成来了啊。哎，我回来了啊。啊，大家想鼓掌就可以鼓掌啊，咱不要不整齐。这个小姑娘很没面子的，谢谢，这样啊，只有两三个人鼓掌，那两三个人一看就是你的外婆。哎，我亲友团来了，还有你二姨，是不是？啊，是的。开个小玩笑，那么接下来这个节目我先不报名字，我要跟天月聊聊天。平时在家爱不爱看中央电视台的文艺节目？中央电视台那是必看。哦，必看。说说你必看谁的节目？星光大道。哦，星光大道。还看过什么？我要上春晚。看没看过《向幸福出发》？那当然。非常六加一夜看过没？哎呦，那太经典了。不是，这些节目你都看呢？那可不呢。那接下来这个人你肯定认识，这个演员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全都上遍了的，而且也是星光大道的年度冠军，同时也是多次出访世界各国来传播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优秀的青年歌手。他走到哪儿被别人都给一个外号，你知道叫什么吗？铁嗓子。对，他就不像你是哑嗓子。那没办法呀，他是铁嗓子。那么这铁嗓歌王叫什么呢？大家会看我们刚才那个宣传片上就有啊，他叫江波。接下来这个歌绝对能把每一位来宾都唱得很陶醉，因为接下来这首歌就带着浓浓的酒味，他将给大家演唱的是一首开缸酒。掌声有请江波老师。场的朋友们，让我听到你们的热情好不好？这里呢，我衷心的祝福我们国际友人、华侨华人新年快乐！哎，笑口天天开，这港九天头百姓的好日子，红红。浓浓的酒味让我们非常陶醉。江波老师，谢谢主持人。您好您好您好，请留步请留步。然后这次给我们带来多少缸酒告诉我们？
让大家伙尽情的啊以嘴方休。OK， 那就是每人一缸，待会儿到门口检票处啊，记得领。你给我们带来了是不是啊？不光有酒，我跟你说，接下来还得有歌。咱们中国人讲究无酒不成席，同时喝美了、喝高兴了，一定要踏歌起舞。所以接下来您还得给我们再唱一首，还得再来一首更加好听的，好不好？告诉我们唱哪首，这样好不好？啊，再来一首。我希望呢，因为我在咱们中国国内演出的时候，也经常的麦克风不响，原因是什么呢？怕我是假唱。刚才是真唱假唱啊？真唱，听出来，看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吧？我看二楼没人理你。二楼还有人吗？掌声告诉我有人没有？感谢感谢，谢谢。全场的朋友都同意您是真唱，毫不掺假，就跟这酒一样，那百分百。再来一首是吧？再来一首，再来一首真唱的。再来一首真唱的，来哪首？再来一首。一个人唱还是几个人唱？再来一首，我搭档没来。搭档没来啊？搭档，我这嗓子也不成啊。我也没想找你，我想找个女孩。哦，明白了啊，找个女生的。异性相吸。那我喊一声吧。你怎么找？有没有好吧？我喊一声好吧？我喊一声，保证没人理你。我用我们湖南的啊喊一声，喊一声、啊、湖南的话喊一声啊，妹儿哎，保证没人理你吧？接下来给面子啊，他一喊咱就哎，来来再来。再喊一个，二楼有，二楼刚才没答应我。啊，妹儿，来不少。他喊妹儿，怎么还有男同志答应啊？天哪，这个世界太乱了！掌声响起来吧。好，一首湖南啊湘西民歌《新棒棒锤在岩石上》，献给我们多伦多所有的湖南老乡们，谢谢大家。多漂亮的妹儿，一起合作一首啊。摇老嗨，摇老嗨，我大意忘了喂，姐在呀河下哎，情郎哥哥喂，咿呦吼西上喽喂，浪在高山我大意忘，姐在呀河下哎西呀西上，唱歌山歌我丢个心，姐姐的棒棒儿吹在东上，姐在河下西上，浪在呀高山哦把呀把姐忘，唱歌山歌我丢个心，我哥的山歌心上已有长山歌咏，丢下河哎，姐的棒棒哟喂，吹在那歌心上已有，吹在那歌心上，吹
在哪个心上，哟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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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嘿。谢谢。